这么久无相识，开场却不知道要讲什么。有的人爱开水不如不水。哼，咱真久无斗阵饮酒了。拜托一下，另一次咱斗阵饮酒的时阵，也未十八呢。这酒真香，我上爱风月无边珍藏的。听这酒名，就知影你对我偏心。你唔知影我安怎纪念恁而已。酒真好。如果说的呢，那就更加完美了。刷刷刷刷，你规工到尾啊，拢是刷，鬼拢看会出你的心意了。但是，伊不爱我，伊刷的人是我。我拒绝伊了。你真正无爱伊，也是因为你当时的假笑，那不是你该问的问题。如果是我想要问你，你想问，无想，因为我无希望你爱伊。喂喂，一句爱你袂到，祝你幸福，敢有这么困难？我无想讲这句话，我的想法是爱你爱到到为止，所以你才会动手。啊，好了好了。好不容易相处，卖将话题讲到这来，饮酒。风，你无事，太好了。我，你，原来你，为什么要欺骗阮这么久？难道？你从无将阮当作是朋友吗？又不是伊一个人有秘密，每一个人拢有自己的秘密，不是吗？真是未贪心，这样也算是好朋友吗？其实我一直拢怀疑咱的友情啊，我就无怀疑过，所以你是老大，威胁咱感情的桥梁，你一走。世界就变了，唉，不是讲好卖讲吃的咯？到底是怎样一回事？恁和好了？卖讲吃的，那就讲秘密吧。秘密？是啊，每一个人讲出自己温暖其他三人的秘密，坦诚，坦诚最好。为了表示诚意，我先讲。讲什么？是在收集你下面有的人，就是我。你讲什么？在我真实的时阵，王金面就看上我的天珠，也爱我一人手，也做我掌握多些。迄个时阵，你才几岁，野心就这么大。我一向早会，咱之间最聪明的就是我，这我无反对，我也赞成。是你，你害死了秀金爷董聪，哈。